你好，下午的1:50，我们环球邮报台北新闻的读者们，539的会员们，大家过年新年好啊！过了今天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，鼠年的开始。今年的财位是东西向，所以我都常常跑到西门町来。今年啊，我满年都在东西向啊，都跑到。今年的财神方位是东西向。来看看那个2点后的西门町，没有什么人，没什么人，你们看到啊，没有什么人，大家都返乡过年去了。台北是一个空城啊，从承德路那边开始过来都没看到人，只有西门町这边有少数的人，大多数的餐厅，只有少数的餐厅，像红勘他今天办晚上有100桌啊，红勘有100桌啊啊，然后呢明天早上他有半桌啊，明天大年初一大家啊才开张营业啊，但是今年除夕夜大部分都啊休息，很多人没地方吃饭的啊，只有到万华的夜市，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。那么好像现在看外面呢，有点要慢慢下雨的，外面的天空啊乌云满面啊，有点要下雨。可见的封面要已经来了啊，没有像前几天天气这么好。明天啊就是春天的开始啊，春天啊春分啊，这个1月份就春天了啊。在此啊社长呢祝福大家鼠年有鼠赚不完的钞票，祝年鼠年数不完的钞票，赚到数不完的钞票，大家数不完的老婆啊。女的呢数不完的情夫啊，数不完的美金啊，这边给大家恭喜发财啊，给大家恭喜发财。不要搞忘记了，过年中奖后红包要寄过来啊，请红包要寄过来啊。来，这个是永安站饭店，现在台北灯会要举行了，正在他们准备正在搭那个灯会啊。那我也跑到这个小红水饺点啊，这是2点，台北的西门町还很多人。